好，两本新书要上架了，带您来关心啊，都是时报周刊的最新消息，带您掌握。首先来关心的是陈文茜，她自己说命中注定80岁要来当新娘。看到2012呢，其实陈文茜心中有很多很多的感触哦。她说她盯着世界的各个角落，经由海啸的狂潮，失落了一代占领街头。她的这本新书《微笑可恨》，书风有泪滴，人生总是悲心交错，笑中带泪。这是要她要跟大家来分享她的心境了。